是，慕容也师，先去后方避一避吧。苏师兄，他们只是求财，切莫冲动，有事未去阻挡足矣。哼，我堂堂氏族子弟，怎能向来历不明的山贼示弱？简直是败坏了我苏家的名声。名声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给你无上的死后安容，你看得到吗？你知道什么是大家嫉妒？苏师兄，无论你平时多不待见我，我们今天保命要紧啊！ 大胆山贼，打劫他国使团是死罪，速速退下，一个也不留。苏师兄，此刻情况紧急，你先避一避，我来抵挡一阵。是来寻慕容乐师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在国宴上相遇的那位慕容乐师。好，慕容乐师就在里面，跟我来吧。慕容乐师，我家主人急着寻你，请跟我们走吧。是啊，慕容乐师，您就别难为我们了，请跟我们走吧。 要不然我们没法交差呀！多谢，后会有期。哎，走走走，快点，好。好，周公子，你看。 慕容乐师，请下车吧。慕容乐师，这就是在下的府邸，里面请吧。